这里是甘肃黔西太极镇的商贸城，离过年还不到20天，咱们到里面去看一看，人多不多？里面的商品看了很多很多，堆积成山。很遗憾的是，没有多少顾客，感觉很冷清的样子。前面有一位卖衣服的大哥，过去问一下，是赤裸的。你是卖衣裳的吗？哦。今年生意咋的？完的。一千来车。我人流量吗？今天这里虽然风起，可是街道上还是冷冷清清，也没有多少人。看来咱老村的集市是越来越冷清，老村也越来越没有人了。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欢迎大家的留言。